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4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我谨代表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和在韩国的所有中国同胞，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以节日祝贺，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建立不朽功勋，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安全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致以崇高敬意。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4周年军民友谊篮球赛正式开始。秦海明大使带头上场比赛，使馆外交官踊跃报名参加，赛场上双方队员你来我往，你攻我守，赛场下馆员和家属摇旗呐喊，加油助威，呈现出民族军爱民、民拥军的感人场景。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人民军队将永远忠心向党，心系人民，永做捍卫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的钢铁长城。祖国放心，强军有望。